Bye.
Oh.
Thank you.
Hồ Minh Lai Thứ Thích Cao. Nhà tên tên là Y Kỳ Yên Tư, Hải Thiên Triều Trinh, Hải Thị Hoàng Đi Cao Cáo, Tuệ Kỳ Tô Điểm Tù Kinh, Hồ Quang Tên Thế Kỳ Tài Lên, Hồn Thiếu Tịch Tổ Tòa Hải Tư. Nãy xin mệnh xin tổng đen, hoàng xe áo y tổ ý hoạc,
就要拿他还不在，路比他何人，比他何来？那我们的一句不，我便黄花，黄河的事，到后来，厉害黄河兵，一路的兵是两地，先生啊，先生。从的回答是我路应该是两个人的在大人家去求人的不该讲是一样子的王国之后两名主将我的哎呦你光是你爱他心想还有人走吗Thank you.
Thank you.
滚滚，强敌处处，登山小一担泥，恐怕挣扎起来，日令黄霞，提风不倒，寒枝未寒，寒枝离水之恩。两家有色人家皇帝亲族之称，一言从东无该但是何况那代多日如高杀一千，你说相依家是神宗的北大道应付两宫，我被告知爱好家衣来来来
来的。呀子，我给呀搞回来。有啥话？呀。难心不死，天下之事，唐起风涌，
大哥用武数十万大功，入连环城鬼门，狂浪可望，故国可再复兴。杨弟，前朝虽是外族入住东方，却是狂人狗狗，一只连番土地，自然惊世。如今国家初平，秘密夹击敌方，受灭流寇，以安其业。何人在渡江渴，吐痰蛇咧？怎样？日到成舟，是狂人狗狗。不将为兄性命安危，多望皇家不说，皇室高官接落。杨弟，日今前来，不必再问，就到这里。恶生官爹来着，将来拍的一官半职。也不愧为俺们子弟。哎，咋？将俺子归我母亲天，就往来参加日亲，将俺子辈。大哥啊，俺在土家。欢迎我父也会庄严如此相信阿妹妹此乃明知有别话不信家中父母历代天东心地不过只有黑妹乃我以后张扬为你不再走三杯共命喜贪图不会不用他开心不忘都你好命Lưu tên chỉ mình hoang phúc lên Cao dù kỳ
金金闪闪的，我儿女刚走的端，从此挂了你哟，因我不信。总比回去不有太行，回家你得多一些，我快打亲，我刀声反正。阿波斯在提当口中乐活一再子，呵呵，求色无数不贵重用堂天冷丁，我来努力红日之劳速战以来不得破死呀，所以啊为国送郎之劳心中空照各地两落几时党不国浪，喂你做了王党杂头，我是皇天后命几时今日来耍了这外国杂，我打敢再开耍敢不为皇宫家子皇天总之间我敬公行将不得郎做下去，每天我住家王也是心那老他的一来可在成天咱娘就子，二来他的总会自豪你不将俺成天归宗之子地处窗华干嘛帮他子呢，也在在天中都懂道将是乖乖请不下来王爷的你该是他此处出征王爱乐随公追客兄弟thank you.
王老爷，奉承令爷王子，不再是天无方。啊，伯伯啊，断啊！爹的孔明再到南疆，你望的爷王家鬼门。Thank you.
白白进不得了么？是了。好人，大夫人一棒，听听。
飘色相平，平潭树阶当成黄相飘。清秀是湖哪里？清秀是湖哪里？
在往昔大日子的护国英雄，这家是大明皇爷，万民追认，万千的造福影响，如此灵拜，家的生意的回应，亲自推直推，写直写，笔直笔，万千水兵队，别哭，不可点皮鞋啦。
小姐陪住，可多加这样事的，想要再去。弟子
人自私，要我万事必须做到四件事。请问父亲是哪四件事？是呀，头前不大清秋天，卡下不大清秋地，头当不接清秋米，心结不穿清秋衣。这道是了，孩子调为母亲，何为我弟？再言我弟，夜半负责小火，何必指定指定孩子仍然受食当中，请母亲自主主见，就可抛弃大清朝的孩儿不大清朝的。这当初刷根回生，农会自身负责，命话名尊，可见母亲从此，这当从此自心意，仍可遵义百家，不改大命之福，此便是好当不假清朝的，今节穿清朝衣。我的说回苦心，一步一日之安。孩子我地平和，一听母亲在官之主，并将之主席名名为四月公金。四月公金。大帅，在命已是大帅府台，杨在扎，爷们，爷们，啊，寡门何故进地？来，就在爷们。是禀大帅，我能应吗？这问之啰嗦，此事何故么？上东边，上东边。国子无生，生国子，当亲国子，如当亲爱子。回来不回是哎就最靠近大水是不在大水不好吩咐我来问你
你哥在本水府当何以无能？禀大帅，自从大清宫到了泉州之后，何人个平水也出家了？老夫人呢？老夫人回归光来耶，听说他老人家康健如新。哦，这边何时讲的？素未在。谁人所讲？是老爷。走。Thank you.
福的了。不帅，寡妇三年中你死去了。哎呀，此事有难，勿莫认真，我知谁人来。此来此何事？为何以事相交？今日一定荣归，请这年纪何人为何狂主？大帅既已是新秋，自无新兵同事，何须贴身回府？何况国破家亡，更无团主可说。如今叔宝直咩胡气，白你恩义，你卡不了，咋你胡气自称我？大帅不妙，咋的公卿之女，两满是德，恰心之良，不妙咋的胡气自称？公卿之女是一个，胡气自称是一个。各自的他可相提并论，请问大帅，报国安人何家？现在新国太长，无人敬事，暂说报国啊。恰是乃命罪命，不知如何新国。唉，如今此处不是强兵之所。王氏回王回府，再择相好吧。爱华回府，道理啊有关。李爱女，依华得失。请问何事？你令皇亲复命，我定随你回府。这，拜请大王恩德回家，我怎可回不完？在世间在我好心为病，其次也是不义不得已，就此来走。哼，只怕你夫妻情义重，强弄我也不。
病已减少，前朝定些卖流烟。苏贵高招，苏贵高招。来来来，恁等请到河边等候。好。伯亲哪里？伯亲哪里？哦，我回乡就是没有二三伯仔，太快走去，竞争可怕。你是何人？大家传的，人家中间哈。哦，原来是门乡将的主持大了。门乡。我是你家主人，怎么认不得了啊？不是，为女性姐穿的奇装异服，难不前难，得不前辈，我家哪有这样的主人？哈，这一下难怪，我离家就是他年纪方岁，想嫁十二年，他如何认真的？我是你家大相公，行任大清太子太师，武恩代大学士，兼兵部侍职，经历五色，钦差大清之职。主了，我家大相公，我去上殿总旨，你所说官行，传令不当，你不是走错路，便是骗子歹徒。小丫头，你不在大相公，已是神州开国公卿，你所说的乃是亡命官憨，故此不当。哎，对，是。既是如此，老夫人与奴婢都是明朝罪名，既不当，倒不害，你又来此何事？呀呸！小丫头。家出荒事，何人双降？老夫人，哦，孩子成挑，拜见母亲。孩子大官，为官多年，故为定性，向母亲诉罪。哦，母亲，莫非怪责孩子养你吃血？故说阴险，地老母亲一女盼嬷嬷。啊，母亲，你为何穿着假丝衣裳？我有改的。哈、啊，母亲何足此安？哼，你为难亲，可是老主；我为难夫，堪可给老夫。母亲不明孩子苦心，孩子出来再向谁禀告？不了，你子女啊！Thank you.
了母亲。除了那鬼娃何来？
呀，好花强意呀，自己呀不如Thank you.